家好，我是台南电子工读生，我叫金家。那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一支波克纳出的太阳神雕刻款。那雕刻款的意思就是说，它这边有一个雷射雕刻做一个太阳神。没错，大家看到好。然后这支呢，21寸，然后纸板一样是一般规格，12格。然后它这个木头呢是用亚洲相思木打造，然后这边一样做防锈的功能。那我要弹一下。Thank you.